书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其实这是一个跟我一起画画的视频，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开始之前想要给大家看一看我的作品，就是 show off 一下。我是画笔记画，而且其实我才刚刚开始画几个月，然后最近特别着迷于画那种夕阳啊，就是光线对比比较强烈的东西。首先，然后但我一直画都是这个尺寸的，就是8 inch x 10 inch 的一个on canvas， 就是帆布画，在油画布上画笔记画，然后这丙烯干的超快，然后还蛮喜欢的。然后这是 NYC。对，我之前都是画这么大的，然后但是其实我是新手，然后就画的超慢的。这种衣服我都要画大概一个就是一天多，包括磨细节啊什么的。所以呢，我上个周末去逛画材的时候，发现其实我可以画小幅的。然后这就是我上周末画出来的，我觉得这样子，我觉得其实蛮好的。然后很快，所以呢，其实我今天要画一个更小的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多长时间能画出来。所以这是一个3 inch x 3 inch， so let's see。